欢迎大家收睇《世界羽联羽毛球杂志》。印尼首席男单球手坚庭话：参加完2020年全英赛之后，印尼全队球员都被安排送到去训练中心度暂住，喺嗰度进行咗自我隔离。hingga sampai saat ini dan mulai 大概两个星期前，佢哋终于都恢复练习啦，但系强度都唔算好高。坚庭话：一班球员开始有啲焦躁，因为过去两个月佢哋一直都做紧相同嘅嘢，所以觉得有啲闷嘅。selama dua bulan itu udah repeat segala macam aktivitas yang jadi bosan juga lama-lama。東京奧運要延期一年，堅庭有啲咩睇法咧？佢話按照而家嘅環境咧，佢覺得延期係一個幾好嘅做法啊，因為疫情會點樣發展，冇人可以預計到，好多國家都受到影響啊，所以延期對每個球員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好嘅決定。而對於佢個人，延期都係好事嚟嘅，因為堅庭覺得自己仍然好年輕，有多一年甚至一年半嘅時間，佢相信自己可以再進步多啲啊。mungkin saya bisa improve lebih banyak。2019年攞过五次亚军，今年一月赢咗印尼大师赛锦标，坚庭满唔满意自己嘅进度咧？坚庭话可能好多人只会着重佢旧年喺五场决赛入面输波，但佢其实几满意呢个成绩嘅，因为咁样证明咗佢嘅表现比以前更加稳定，能够打入五项赛事嘅决赛呢个成绩其实唔差，亦都系唔容易嘅。Pencapaian yang buruk dan bukan suatu pencapaian yang mudah juga selama 2020 ini 踏入2020年，坚庭都几满意自己嘅表现噶。喺年初就赢咗一个锦标，亦都帮印尼队攞到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嘅冠军。佢话攞冠军唔系最重要，佢最开心嘅系自己能够应付到压力，同埋克服到障碍。坚庭五次喺决赛对住桃田贤斗就输咗三次，对呢位宿敌，佢有啲咩睇法咧？坚庭觉得最近嘅对赛成绩咧系桃田贤斗较为好，不过每场比赛都打得好激烈嘅。佢话桃田系一个好聪明、好灵活嘅球手，有能力分析对手嘅部署。如果比赛去到第三局，会把握对手体能下降扭转局面。坚庭相信将来再遇到桃田，比赛会更加激烈同埋会更加精彩。dari segi cara bermainnya juga dia bisa merubah itu semua. Pasti persaingan ini tambah seru lagi ke di tahun-tahun atau bulan-bulan berikutnya. 坚庭嚟紧有啲咩计划咧？佢话疫情之下佢唔能够进行任何嘅计划啊，但系其中一件佢好想做嘅事咧，就系同屋企人见面啦。另外一样嘢咧，就系希望可以享受美食。最后有啲咩想同球迷讲啊？坚庭希望神会继续保护大家，到疫情结束嘅时候，大家都身体健康。佢希望大家就算留喺屋企，都要保持活动，继续做运动。Semoga kalian semua, teman-teman semua tetap aktif dan juga jangan lupa berolahraga. Awis, all of my. 坚庭希望佢嘅球迷都可以身体健康啊！咁我哋都好多谢坚庭，同埋好希望迟啲会再见到佢啊！Hello， 大家好。杨博涵咧先同大家打招呼，今日咧佢会带大家去佢同卢京瑶嘅酒店房。叫谁？开门啊！卢京瑶要等咗一阵先至开门啊，因为佢话佢未执好房啊。但杨博涵都照样走入去，佢仲话原来佢哋之前咧已经执咗成个钟头噶啦。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台，佢同大家介绍下呢一张台咧，就系佢哋用嘅台啦。平常大概有七八个小时。杨博涵平时咧会坐喺呢张凳上面成七八个钟头嘅。你看这里，佢喺上面铺枕头啦。杜敬仪话杨博涵会坐喺嗰度打机，而佢自己咧就会坐喺另一边。然后我就坐喺这边，打开我的 iPad， 对，我是坐喺这个位置，然后这样，那我就这样。都到了晚上。夜晚佢哋会喺呢度煮面或者煮饭，煮一些面啊，
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個煲底咧都有少少窿咗，原來係楊博涵搞到佢咁嘅。OK， 這些都大概。楊博涵話：呢啲咧就係佢哋已經執好嘅行李啦，因為咧聽日佢哋就要翻台灣啊。靜瑤的床。呢一張牀咧就係盧敬瑤嘅。我都是睡靠窗的位置。盧敬瑤話佢中意瞓喺窗邊，多數咧都會瞓靠窗嗰張牀。楊博涵話佢其實都中意靠窗嘅，咁但係佢會讓俾盧敬瑤，唔係嘅話咧就會打交噶啦。咁佢哋係點樣去決定邊個瞓邊張牀嘅咧？咁原來佢哋話係會猜包剪揼噶。佢哋話而家即場想試下猜啊，三盤兩勝喎。我們平常大概。楊博涵話咧，平時佢哋仲會有啲賭注添嘅，輸嘅人咧就要接受懲罰。佢提議咧要喺鏡頭前面扮狗叫啊，不過盧敬瑤咧就提議用匙羹彈額頭。你昨天我玩用湯匙彈額頭，用湯匙彈額頭，嚟，好嚟，三把。佢哋兩個咧開始要決鬥啦，三盤兩勝啊！好，十，走。盧敬瑤先輸第一盤，不過佢好有信心咧可以反勝。但我都是逆轉勝。第二盤真係俾盧敬瑤追到一比一啊！係，係啊，第三把，最後一把啫，最後一把變身前 ，OK， 刀子刀布，最後一盤啊，結果咧都係楊博涵贏到。好，然後我跟各位講一下，這個是楊博涵話咧，早一日咧就係佢嘅生日，隊友買咗蛋糕同佢慶祝啊，佢就係用呢支匙羹嚟到食蛋糕噶啦。頭先係阿盧敬瑤提議話用匙羹彈額頭嘅，咁佢就想用呢一支乾淨嘅匙羹。不過楊博涵話咧要用呢支冇洗過嘅匙羹啊！我今天還拿這個吃燒肉飯，而且佢仲啱啱用呢個羹咧嚟食燒肉飯添啊！你額頭拉起來，佢先叫盧敬瑤坐低先啦，然之後撥高啲頭髮。三二一，不過盧敬瑤叫楊博涵細力啲啊！来，我带大家参观。跟住落嚟咧，杨博涵就带大家参观下洗手间啊。OK， 我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最真实、完全没有办法整理的厕所。佢话洗手间咧，佢哋系完全冇办法整理嘅。通常地板都是潮湿的状态。对，我还蛮长。成个地板咧都湿晒啊！佢着咗袜，准备要出门口比赛啦，但系去完厕所出嚟咧就要换另外一对袜，所以佢哋平时入去厕所嘅时候咧，就系会好似咁样行入去噶啦。观察一下，啊，看哪里有湿湿的， okay, okay. 对不对？对对。然后，咁就系先睇睇个地板边度湿，迷踪布起来是，对对。边度唔湿咧，先至踏只脚落去。盧敬瑤形容楊博涵呢一招咧系迷踪步啊。然后再看一下，OK， OK， OK， 对 ，Safe， Yeah 。平常的話，如果比賽一下就打嘅話咧，盧敬瑤話楊博涵咧就會瞓到中午先至起身嘅。楊博涵話起身之後食完早餐，再瞓多一兩個鐘頭咧，先至準備去比賽。吃個午餐，再睡個一兩個小時，然後再準備去比賽。這段期間，佢話盧敬瑤喺呢段時間咧就會因為怕打攪佢啦，所以會喺廁所入面玩手機或者係睇片，大約會喺廁所坐三個鐘頭啊，仲會喺裡面講電話添。讲个电话，然后处理公事。盧敬瑤话佢喺入边系处理公事啊，因为佢好忙嘅，有好多嘢要处理啊。好啦，你那边很晚啦，你先睡啦。哦，你今日有冇想我？佢似乎同女朋友讲紧电话，叫女朋友快啲瞓先啊。仲问有冇挂住佢添？好了，结果讲咗成三个钟头电话。是谁在里面？原来杨博涵一直都匿埋喺浴缸入面偷听盧敬瑤同女朋友通电话，仲模仿盧敬瑤头先嘅表情添。盧敬瑤而家咧先至知道杨博涵原来匿埋喺入面成三个钟头。我的髮型大概會三個月。楊博涵大概每隔三四個月咧就會轉一次髮型噶啦，
之前是长头发和扎辫啦，啲头发留了大约一年到啦。之后体验了咧，佢就直接剪到平头装。这个头上一个就是花椰菜。刘敬尧记得杨博涵头上面的发型咧，系一个椰菜花头啊。你说我之前留长辫，而刘敬尧自己咧就整过一啲好破格的发型。以前整过一种叫做雷鬼的发型。原因是他看到篮球员林书豪当时都是这个发型的。他有说他留那个头的。林书豪说过关于那个发型的意义是代表要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，互相包容，他觉得很有意思。刘敬尧说最初想着那个发型可以留一年，但结果留了半年他就顶不顺了。杨博涵和他更正说他其实只是留了三个月。刘敬尧话嗰个发型咧，整咗成10,000蚊台币嘅，结果只系留咗三个月。原因系台湾嘅天气比较热啊，唔系好适合呢个发型。就是会比较炎热，我的纹身吗？关于杨博涵嘅纹身，原来系佢嘅家人。呢位咧就系佢嘅哥哥啦，细个嘅时候个样。而呢两位咧就系佢嘅爸爸同埋妈妈。Yes， 仲有佢只狗啊。是一隻摩天使嚟嘅。杨博涵讲咗英文，但系卢敬尧提佢其实可以讲中文。不过杨博涵话自己系国际球员，咁卢敬尧就叫佢继续用英文介绍啦。他叫做弟弟。杨博涵介绍埋，佢仲有一只狗嘅，个名叫弟弟。我真的有他。手上面嘅纹身全部都系佢嘅家人。卢敬尧问咧有冇纹佢个样上去，杨博涵话有啊，而且系好精细同埋好有意义嘅一个点啊。原来就是这一点。杨博涵说卢敬尧也有纹身的，现在要在镜头面前找他出来，但卢敬尧就说他没有。我们来找一下到底有没有。原来杨博涵真的拿他来开玩笑。刺在哪里？没有。我看没有，我没有啊，这里。啊，破坏我形象。为什么会做 YouTube channel？ 最近咧，佢哋开咗一个频道。杨博涵话：佢哋喺外边比赛嘅生活咧，其实都几无聊嘅，所以打算透过影片将羽毛球运动员平时嘅生活、到外面比赛嘅日常习惯、平时买啲乜嘢，都会展示俾佢哋嘅球迷睇。等大家知道运动员并不是大家想象中咁样嘅。平时在电视度见到运动员很有光彩，生活多姿多彩。其实他们平时的生活和普通人都是一样的。杨博涵说如果现在要拍一条片，他说多喝水可以令到身体健康，所以就拍一条喝水的影片。现在比他们要做一个斗快喝水比赛。看來楊博涵都幾口渴啊，喝得很快。盧敬耀說楊博涵今天其實都沒有喝過水，這個比賽肯定是他贏了。雖然他們都覺得內容很無聊，但楊博涵說他們會將這段片這麼無聊的內容拍得搞笑一點，希望大家會喜歡。如果喜歡他們的影片，可以訂閱他們的頻道。盧敬耀說他們會拍很多影片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欢乐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希望大家多支持啦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